恐怖坟场，气爆车炸剩骨架，排排列。高雄气爆炸飞数百辆汽机车，这一堆堆像废铁的车全被暂时堆在星光停车场，现场宛如汽车坟场。从这些受灾车的惨况，不难想象当时气爆威力。市府表示，对所有汽车损失者已经都先发给50,000元慰问金，后续还可申请损害补偿。目前已有122辆汽车车主提出申请。董新闻高雄报道。